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24集的节目。我们今天的话呢，还没有要给大家做这款 NPM14 了啊。虽然大家最近很希望呢，多看一些这个玩具的一些分享，但是因为我目前的工作量太大了啊，还没有时间细细的品味。那从盒子里头把它拿出来呢，稍微的呢以车形态的话呢去推了一下啊，这个滚动性怎么这么好啊？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把玩体验啊！我先很简单很简单说一下，以这个车载具形态来说的话呢，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。但是有一点它的致命伤，就是它这个侧边这一块部件真是太碍眼了，这一块部件啊，那底盘很厚呢，是一个变形金刚很多玩具的通病。但是为什么我特别介意这一块？因为以载具形态来说的话，先前我在做 SS 的那款模具的时候呢，的一个异色版的时候，我提到说，这种扫雷车呢，它这个地方啊，它是要以一个 V 型的状态，就是说它两边应该是消瘦消下来啊，因为那个地雷爆炸的时候呢，你这个地方呢，如果是斜这个角度呢，可以对这个爆炸力度做一个缓冲。但是你如果扫雷车，你这边多这一块的话呢，地雷一旦爆炸，这个车子翻车的几率是很高的啊，所以这一点的话特别就是吐槽一下。其他的话目前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，大家对我对玩具的本来就是比较包容的啊。那这款Bone Creature 的话呢，我就尽快吧啊，慢的话就是11月6、7号的时候把它做完，10天之后吧，可能吧，可能吧啊，因为我最近行程太满了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大家分享的一样是 Legion 级的玩具啊。那 Legion 级的玩具呢，一样可以搭配这些小型的这些特效件啊，这些小型特效件，我也一样有这个火焰里头火里来火里去的那种感觉。那手上的这两个 Legion 级呢，啊，这一款是文杰哥啊借给我们的啊，一样。然后这一款的话呢，则是之前大兵所赠送给我的玩具其中一个，它有上一些墨线啊。玻璃的配色就是不一样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本来就是两个版本。那如果有知道的朋友，可以给我这个留言一下，实在是太不一样了。这个崩溃秀不是都第一集吗？它还有分什么什么不同的版本吗？是还是说大兵把这个车窗涂成黑色啊？反正都是一个小玩具。那以这个载具的形态来说呢，它这个几个特征点，第一个当然就这个耙子啦，这个耙子的可动的话，大家前面这边，然后呢，它的一个备胎一样是有的，以及后面的一个这个梯子啊，这些在这个玩具身上也都可以明显的去看得到。而这一款的话呢，这个地方髋部虽然也是有两个部件，但是没有像 NPM 的这个，我还是提啊，这个凸的太出来了啊。好，然后背后的话就反正车形态的细节也是做的挺好的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传奇级的崩溃水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。这个脚的话呢是直接往下放就可以了，然后两腿做一个掰开。这个部件的话呢往下推一点点呢，再来进行两侧的一个打开啊，可能会比较顺一些。手臂的话呢自然让它下垂。然后脚的话呢，因为它是没有其他多的可动了，我们直接把这个爪子的话呢往后，我记得是往后折一下 OK 吧。这个 Bone Crusher 的一个变形过程就算完成了啊，这样看起来对不对，我是它的驾驶员的感觉啊。那这个大兵的这款配色的话呢，我越来越觉得说这应该是不同的配色。反正你看它的一个狂派的标志还有这个头雕啊，配色的话呢真的都是不太一样，那就算是幸运吧，就又一次给大家分享两个异色版本的 Bone Crusher。 然后呢这个可动的话呢就手臂360度的转动，然后平举是这个关节，那其他的话脚就只能够往前抬，而且它这个地方要做出这个 Bone Crusher 的一个脚的一个形象。那后面的爪子的话呢往前面可以伸出来一点点啊，但伸出来之后你就准备被 OP 一击必杀了啊，好吧。那这款玩具的话呢也是做的相当的小巧啊，那载具形态也做的很棒。 anyway 那就今天的话呢就算是呢趁着因为我估计 NPM14 也快到了，所以这款崩溃秀的时候我就留到这个两个家伙一起让他同进，让他把它做一个分享啊，你也上去好了，这个崩溃秀一家啊。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